新不息，新都七龙，在下不想国王的身份造成任何议论，所以选择不给名。就如同陛下将不甲传伊的身份，在伊陛下回避后，伊也未向众人说明陛下身份。那是你用话术欺瞒，欺瞒？你自己说，陛下是何曾经故改过你？不可让血水侠扑出，若血水侠现起人是你，祖先地面被迫害退手也是你，表面上退出七龙，最后却祖先都完成目标。天书贪龙，国君功不可没。你，好，你的对手不是陛下。英孙，十说天数不知是宜。开阳不克，一干一月，小弟，前边。